住在金龙湾还不快乐，如果是我呀，天天派对开起来，喜羊羊唱起来。反正我出来的时候是挺安静的，也没什么人开 party。 你说这人有了钱是不是就不容易快乐了？不知道啊，你等我有钱再回答你。等我房子卖了我就有钱，到时候我就可以自问自答，有了钱真的很快乐。我真的很想说我不认识你。关灯睡觉吧。嗯，怎么了？嗯，马上就要做有钱人啦。嗯，早早。哎，吴律师早。这些是您今天要签的文件，给您放桌子上了。吴律师，兜兜怎么样了？把门关上。你跟黎光到底怎么回事？在他压我们费率这件事情上，你起了什么作用？我绝对没有做背叛金南利益的事情。李总之前确实是跟我表示过好感，我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过她。所以你休假的时候老方回来打听你的消息。你先坐。您刚才说费率是我们又有什么新案子了吗？黎光要在美国收购一个项目，他希望还是由我们来做。那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啊。是好事儿，但是呢，他把我们的费率压到了历史最低，是我从来没有给过的价格。所以您怀疑我把底价透露给了李总？对，我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所以我会直接问你。那现在我再问你一次，是不是你？不是，我回北京之后我们就没联系过。现在我说另一件事儿，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来做，你愿意吗？这是跨国并购，我不太行。什么叫你不太行？我都相信你能行，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太行？你只需要负责跟黎光沟通，我和金磊做你坚强的后盾，有什么不行的？所以您这是在利用李总对我的好感？对呀。会怎么看我们？你在意吗？我在意，而且我也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拿到案子。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说说我的想法，好吗？这个的确是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我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你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是我招进来的，我希望你能展现你的实力，你明白吗？不要小家子气的啊，觉得哎他怎么看我，哎那谁怎么说我。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你要用自己的实力让那些说三道四的人闭嘴。重要的是你要让业内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哦，你以为随随便便的一个年轻律师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吗？你为了那些说三道四别人怎么看你，然后就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你是疯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好意，别老
老去想那些没有用的，你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做成功了之后，你一年的年薪会变成什么样啊？你生活会发生多大的改变啊？想想这些。但丑话说前头啊，你要是想做豪门阔太 ，OK， 没问题，我恭喜你。但是，你要公私不分，损害律所的利益，我一定会告你。我明白。我再问你一次，这个案子接不接？接。好好干，别让我失望。谢谢吴律师。哎，张先生是吧？啊，陈小姐，来来，请进，请进，特别好，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哦，喂，你好。哎，这挺好啊，这个阳台。这个阳台的空间也特别大，到时候要晒衣服、晒床单什么都很方便。哦，嗯。房子这么好，为什么要卖啊？我要回市里，我在三环上班。我看你那个卖房信息上说，你是那个前租客，有点问题啊。嗯，前租客。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我，啊，哎，对，是是是，我在家可以直接过来看。嗯，好，嗯，再见。哎呦，不好意思，我这一会儿这电话太多了，我调个静音，我调个静音。啊，那个前租客涉嫌职务侵占进去了。那因为我这个事情，我的房价也会比市场价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介意的话，就再看看别家。媳妇儿，你介意吗？那要是能便宜，我不介意。那什么，我觉得吧，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太重要啊。是，我也这么觉得。但是仔细想想吧，心里多少有点膈应。对，有点膈应。所以，再便宜点。我帮你们把零头抹了，150万，不能再让了。现在房子也不愁卖，你看这一会儿我都接了多少个电话了，是吧？哎，这房子是哪年买来着？08年。哦，零八年，当时应该是底价买的，当时这房子也就70-80万吧。哎呀，那这2年多，这不少涨。赚了不少。嗯，我们诚心买，再便宜点。大哥，时光一去不复返，咱们总不能想着以前房子什么价呀？那以前房子还是分的免费的呢，对吧？北京的房价肯定还会再涨的，150万，一分都不能再让了。我觉得有点贵。不，别家更贵嘛。田老师，哟，忙上了。你怎么来了？啊，我看房啊，把老想着您那房，琢磨着买回去呢。啊，我们正在谈呢，啊，正在谈啊，下定了。我说要是没有，我就有机会。哎，我们现在定，啊，150万就150万，我现在交定金啊。行，行，哎，那我们签个协议。你们找我买房子就对了，我就干这行的，你们还能省个中介费。哎，身份证带了吧？带了，带了。好。你不是托吧？不是，大哥，您要是不要的话就拉倒啊，这房子我要了。田小姐，这是50万定金啊，你数数啊。媳妇儿，你没看出来吗？这是激将法，有问题啊。不是，张先生。买房子呢是大事，接下去我们还有很多交易流程要走。如果你不信任我的话，我们接下去每一步都会疙疙瘩瘩的。如果您还有顾虑，那就再考虑考虑。就是，田小姐，您别生气。这个房子我们喜欢，我们要了。你啥时候能搬走啊？我那个地儿快到期了。手续一办齐，我立刻腾房。哎，行。哎，是是，哎，你等等，听我说一下啊。我跟我媳妇儿呢，都是外地人。最近她也刚怀孕，现在为了买房子呢，连好点的菜都不舍得买。你看这房子能不能每平米再便宜一些？
1000是不行的。那就再让500吧。哎，行。500行，500也行啊，500也行，行行。你数数，没事儿。那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吧。行行行，好。哎，你们先看一下后面的这些条款。我媳妇怀孕了，为了买房连好点菜都舍不得买，我呸！好意思舔一大领子来说，啊，没本事照顾媳妇儿，倒是有本事让人怀孕。我最瞧不上这种老爷们打感情牌的。外地人来北京打拼不容易，这个我最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可吃过亏。嗯。之前我爸让我去收房租，那房客说呢，家里边有困难，想晚点付，我就答应了呀。结果好，空调、电视一气儿全给我带走，房子给我拆成一毛坯。来，哎，咱家新添的饺子啊，谢谢，尝尝尝尝。谢谢谢。慢慢吃啊。嗯。不是我说你，你答应人家每平米便宜500，那加起来就是好几万呢。刚才那种情况，你开始就不能让步，到最后了啊，给人包一个2000的红包，祝人家早生贵子，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团圆结局啊。原本以为你什么都不懂，今儿一听发现你有点东西啊。这都是恰许，略懂点皮毛。哎，你还吃什么吗？不吃了，我吃饱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哪儿去啊？消费，报复性消费。哎，不是，这饺子人刚给上了，你自己打包吧。走了啊，拜拜。慢点啊。哎，穆佳。你猜我在哪儿？你在哪儿呢？我在你楼下。妈呀，过来找我呀！我不找你，我来花钱。我房子卖掉了，我整整挣了40万，什么概念啊？俺像你这样的白领，按照现在的工资，不吃不喝也得有个5-6年才能挣的。不错呀，现在数学学得挺好，恭喜你啊！告诉你，你得请客。请客，你必须请客。我今天必须要好好的花钱。我这购物欲都压抑了多少年啊，必须要买买买。那你说我买什么好呀？你买点儿，你买金子呀。你不老说金子不好吃吗？黄金太俗了，我得买一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那你买点衣服、鞋子、包、表。嗯，手表行，能天天戴着。行，我知道了，挂了啊。您左手这款啊，非常的大气。另外一个系列呢是超薄款的，您右手这款就是非常的酷炫。您看这镂空的设计啊，比较时尚。您看您更喜欢哪一款呢？我也不太懂，那哪款更保值呢？两款都差不多，都在二手市场比较受欢迎。行，那我就要这款。好的，它还有镶钻款，您看您需要了解一下吗？那贵多少？大概是贵1倍。那不要，那芝麻大的钻石不值钱，我知道的。好的，你们有优惠吗？我们这儿是没有优惠的，但是今天商场有刷卡赠券的活动。您看，您有恒汇的信用卡吗？有。我找一下啊。好。这张。好的。倩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房子，你考虑的怎么样？朝向特别好，真的很划算。你等这房子价格再涨，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穆佳来了。来，又迟到，老是迟到。你终于来了，就是嘛。哎，高畅呢？你们俩不是好的跟连体婴儿一样吗？他们最近跟投资人谈判，对方在国外，整个团队跟着国外时间走。哎，那他们公司里是不是都是那种海归，然后英文特别好的？也有国内大学生，现在学英语特别方便，没必要非得出国。哎，他们最近团购了英语课，特别实惠，有没有兴趣啊？我啊。我没有兴趣，那英文就让他们外企白领学吧。等我房子涨价2倍，我卖给他们就行。文姐，太伤人了。哎呀，他就是这么不讨喜，别。哎，你们清醒一点，今天是谁请客？你请。你请客。看这儿。我看。你看啊，我跟你说，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手表，这是我在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的纪念。朋友们，我们可不可以先吃饭了？太饿了。哎，吃吧，一点都不尊重投资人。哎呦，还投资人？哎，投资人，
来，送你一张商场购物券。300元，够在那里买个啥？要，那不要还给我。要，我给你个面子，收下了。谢谢你哦。喝点啥？喝点儿。服务员，来瓶酒。哎呦，怎么还喝呢？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啊。服务员，开一瓶香槟。蓉姐，我们这里是火锅店嘛，的香槟啊。来瓶矿泉水吧。嗯。我请客，你们就喝矿泉水。嗯。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哎呀，给你面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哪！看得起你，我们叫的矿泉水呢，是来自喜马拉雅山顶峰的矿泉水，空运到阁下手中。要不是托你的福啊，我跟青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贵的矿泉水。哦，我们家，姐，我跟你说啊，亲儿，你们以后就跟着蓉姐混，蓉姐要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要带你们享遍人间的荣华富贵。好，哦，蓉姐，我们想去。蓉姐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哎姐，我家离这儿近，要不然带蓉姐去我家醒醒酒。也行。谁家？哪儿的房子啊？哎，他家，他家，他家。哎，过来吧，咱们享荣华富贵呢。哎呦，慢点，慢点，别拽了，我能走。能踹你，我松手，你自己走。哎呦，我先去开门。去去去。徐姐，你怎么来了？啊，我这正好路过，过来拿趟东西。摁半天门铃，我这刚要走，你们就回来了。我给你开门。啊。好家伙，姑娘喝多少酒啊？她就一瓶啤酒的量。上回小娇跟我说了之后，我真特后悔。我知道呀，你们这年轻人在北京挺不容易的。哎呀，以后有什么事儿跟徐姐说，不用找小娇。谢谢你啊。那个，我自个儿茅台啊，我拿走了啊。好，我走了啊。好嘞，走。咱俩去沙发。慢点啊，慢点。小田儿，你们认识呀？啊，姐，我们很早之前就认识了，您别误会啊。小田儿。哎哎哎，醒醒醒醒！上班啊，还没到时间呢。好家伙，这名表都戴上了。嘿，你们可真行啊！你们这当我是大傻子，你们不是姐，我们在租您房子之前就认识了，真的。别跟我说什么租房子之前认识，你们当我傻子呢是吧？你们这合起伙来，这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你们跟我这玩儿里个扔，你们太过分了吧？不是姐，你真别你们别吵架好不好？就事论事，有什么诉求？还诉求？你跟我这打官司呢你？姐，这房租你也涨了，再涨我真租不起了。到时候你得赔违约金，这不合适吧？我说涨房租的事儿了吗？我说了吗？啊，真行。哟，这冰箱哪来的呀？这啊，这是我们自己买的。自己买的？不是，我给你们换的那冰箱呢？啊，那个当天就坏了，我们就自己换了一个。坏了？我跟你说，那冰箱在我那儿可用的好好的，怎么一到你这儿就坏了呀？骗傻子呢你！哎，这懒得跟你瞎掰扯。你要真看不上，我麻利的拉走啊！我冰箱呢？不是送去修了吗？啊，对，那个家里放不下了，那师傅就拿走修了。修了，我就想知道还运得回来吗？要运不回来，从押金里扣。能，必须能。行，那我等着啊。什么事儿啊？服务员，幸亏我拍了一照片，不然真无从找起了。现在已经无从找起了，只能狸猫换太子了。走。没冰箱啊，这边。对呀，这都是空调，怎么？哎呦妈呀！小心点，小心点。二位，哎哎，买冰箱啊？啊，嗨，找冰箱啊！哎，我这么多冰箱，随便写啊。好，有什么事儿叫我。谢谢啊，谢谢。
是不是挺像的？啊，你看，是挺像的。行，就是有点新。啊，没事，新不怕，我就可以啊。北京的黎明大厦还停着工呢，怎么纽约的发布会又开始了？有钱呗，可是造呗。顾律师，哎呦，好久不见呐！顾大律，前几天跟劲松打牌还念叨你呢。是吗？打牌念叨我肯定赢得多吧？打官司念叨吴大律师必败啊！嗨，承让。哎，顾律好。哟，小助理越来越漂亮。谢谢顾律。那当然了。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感谢大家伙的到来，在座的诸位都是黎明集团的贵人，与我们黎明集团风雨同舟，在这里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黎明集团项目启动发布会现在开始，有请黎光先生上台。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刚下飞机就赶过来，可是还是迟到了，让诸位久等，抱歉。感谢大家啊，在这么一个美好的下午，大家没去遛弯，没去遛鸟，没去钓鱼，而是选择来到这儿，看一栋还是只是在图片上的建筑。漂亮吗？这个是即将在纽约的大街上盖起来的黎明大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我们北京的黎明大厦呢现在尚处在一个停工的状态，虽然损失惨重，我想跟大家说，我们黎明人是有着自己的坚持和倔强。这是说什么的听了吧，就没错。我们黎明的系列产品呢，追求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外表，我们更注重的是智能与环保。1993年，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目前，我们将会请当地最好的设计公司、施工团队来共同打造方向，以完成我们黎明人对于建立的梦想。喂，莫总。哎，老郭，你在现场帮我看一下，这黎光真的是在美国搞到钱了，还是在这儿跟我演戏呢？说实话，我没看出来。莫总，咱们还要不要跟黎光继续？继续啊？为什么不继续？我就不信了，眼看就要违约，他去了趟美国就能抱住人家投资人大腿，啊？再说了，人家的钱大风刮来的，跟他耗。好的，莫总。那么在座的诸位男士啊，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追过女生的，对？对。所以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对你有没有意思，是不是？建筑其实也是一样，只要你一进去，你就知道它的科技含量是什么，你一触碰，你就知道施工团队他有没有用心。莫总，这几份文件需要您签署一下。莫总，咱们莫道才是黎明大厦的大股东，您应该去讲两句啊。哼，他开的就不是黎明大厦的会。黎光啊，心太野了。我听说在纽约还要干什么黎明公寓，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哎，回头这事儿帮我查一下啊。好的。不得不承认，黎光搞这些花活确实有一套。哼，搞花活也得有真金白银打底。没事儿。让他继续演，啊，咱们就看着就行。你先去忙。哎，
纽约黎明大厦介绍呢已经发到了各位的电子邮箱，接下来就看各位的媒体朋友你们如何发挥了。总之今天再次感谢大家。刘哥，上海那边出问题了，美方代表来了，让吴律师去处理。上海那边有情况，美方代表来吗？行，我知道了，我来处理。李佳，你赶紧跟经理去一趟上海，美方代表来了，你们聊一下并购的事啊。好的。喂，蓉蓉，我今天要出差，你要住我家的话，你直接去，顺便帮我把阳台衣服收了。好的。小姐您好，这都是我们刚到的新款，喜欢可以试一下。哦，哎，新款可以用这个券吗？可以啊。行，那我想试试这件。你家金龙湾那个房子在中介挂牌了吗？还没呢，东西太多了。再说了，我也不想找中介。上次凌霄路那个房子，十几个人一口一个姐，前前后后电话打了好几个月，我都神经衰弱了。是吗？这次啊，我就打算放在物业的租售中心独家得了。哎，也行。哎，你帮我选件外套呗。OK。这可以啊，你看，这整个人都显气色。哟，现在这件衣服好看啊，是不是？这个版型贼挑人，我个子矮都不敢试。你看，你看，个高腿长，衣服架子，穿什么都好看。哎，对了，是呀，我就羡慕您这样呢。我刚刚试衣服的时候听说您要卖金龙湾的房子，我有朋友就想买那边的大户型。哎，傻了，他家就是大户型。哦，对了，得有200平米吧？哎，不到190。哦，是不是那个四房加一个保姆间的边户？哎，您是东边的还是西边的？你怎么知道？你对我们小区挺熟啊。我陪朋友去看过，他就想买在那个小区当婚房。哦，我是东边户。哎，我那也是婚房，家里天津进口的，住不下了。哎，亲爱的，换大别墅了。哟，那是吉房呀，真看不出您这么年轻，都生过孩子了。对了，要不然我给你留个电话，回头你带你朋友去我那儿看看。行。哎，咱真是有缘分。你稍等一下啊，服务员，帮我把这件包起来，开个票。好的。金律师，海外并购我完全没有经验。这次就拜托你了，要不是你也拿不下这个 case。咱们互相帮助，来。你别多想。是你别多想。这种事儿很平常，大佬给你机会，但你要是搞砸了，对不起，就没下次了。哎呀，所以不能搞砸。你叹什么气呀？这次你是老大，我是你助手。你说我们努力奋斗一辈子，是不是就只能当枚棋子？不然呢？当操盘手啊，我命由我不由老板。你以为老板是好当的呀？老板的命那都得由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够蛋。哦，听说啊，李光常年失眠，莫大还有狂躁症，一言不合那就打人。那倒也不至于，听说是自残，打自己。吴律师，我给你透个底，这次这个海外项目的并购呢，有点诈唬的意思，所以我拜托你一件事，跟美国人敲合同，一定要越慢越好。为什么？我需要时间，我得拆了东墙去补西墙去。黎明大厦天宫的损失，我要用海外这个项目的回报作为补偿。那投资人同意吗？同意，但前提是黎明大厦得先复工，他们才给海外项目投钱。李总，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我必须要提醒你了，这个事情风险很大，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知道。
但我没有办法，我得孤注一掷，所以现在呢，必须要高举高打，吓唬莫大海，轻拿轻放，拖延美国。行，我明白了。速回京，时间不能让。Excuse me, I'm terribly sorry that I have to go back to Beijing immediately. But Miss Li will be here with you for the rest of the issue. Good luck. 加油。母家。啊。母家 ，right? Yeah. Can we review the contract now? Oh, of course.Can you explain why the initial round of capital won't arrive until 6 months later? This is because Dawn Properties is still going through internal auditing at this moment. They're also very sorry about it. 侯哲，你点名让李木佳去负责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让新手拖延时间是吧？我和穆家还都以为你是为了提携他呢，这不是提携吗？那么多年轻人，我为什么只点了他呀？行，Internal auditing that takes 6 months.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 audit would take so long. Do you need us to help perhaps with expediting the editing, the auditing process? Actually, I don't know.I mean, we can assemble a team to help you with this process because the funding delay is going to cause huge problems for the project. Sorry, Mr. Walls. Everything on the contract is negotiable, except the time. I'm sorry. I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The time is critical. 穆家这个项目很重要，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派你这么没有经验的律师来谈。不好意思啊，我生理期有点不太舒服，我可不可以先失陪一下 ？She says she's feeling not good, some health problems. Okay, please go ahead, take your time. 喂，你家你干嘛？蓉蓉，你睡了吗？这都几点了？两点多了，你搞什么？我在上海过合同呢，突然肚子疼，我找便利店呢。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给你打着电话，你别挂啊。要是有什么不测，你赶紧打电话给我报警。什么合同？大半夜的过跟阎王过呀？公司真没有人性。外国阎王，我跟你说，你留意着点，别光顾着打电话啊，孟佳。听我说，你还是抓紧时间买套房。你拼死拼活挣那点钱，还不如半套房子涨得多呢。不是，你能不能不推销房子？大半夜打电话还在给我推销房子，你再给我推销，我挂了啊！我跟你说，我这个睡得不得了，我感觉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吧，我到地方了，拜拜，晚安。哎，您好。怎么他们人呢？走了。去哪儿了？回纽约了。这边。等半天了啊。没有。这个房子还没打扫卫生，可以不穿鞋套。行。嗯。哎，这回我可打听清楚了，这个房主是发达了，换了别墅，在这里生了两个娃，小夫妻变成三代同堂，你说旺不旺？哎呀，旺旺旺！哎，一会儿你见我爹，你就这么给他讲，他就爱听这种故事。我没编故事，这是真事儿。这位是主卧。哎，你说怎么没来呀？啊，病了，累着了。赚钱累着呀。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没事儿，他刚打点滴去了。
其实我真挺佩服你爸的，确实该着他发财。快谢了，我是看不懂他这人啊。你说这拆迁分那么多房还买，那怎么着就不能去什么天坛溜溜鸟啊？去昌河公园找一后老伴儿，这多舒服呀！那非得扎进房市里边遨游，我真怕他呛住你好歹了。我觉得我挺理解你爸的，这是他的事业，对吧？又有成就感，又能挣钱。哎，他进豪宅那气势，那全中感觉架起来的呗。哎呀，也是吧。哎，你知道他那个去故宫，还得看看人那层高结构吗？搞跟能住进去似的。是不是还行吧？行，可以。哦，这个小区其实还有两套房，你要不要先去看一看？哦，但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就这套了。那得了，那甭看了，就是他吧。你这也太相信我了吧？这房子这么贵，多看几套总是没有错的。我呀，我这人生之路呢，之所以能这么顺遂，我告诉你，就俩字儿，知道什么吗？什么呀？相信。哦。信我爹呢，他让我成了地主的儿子。信你啊，没准你也能让我成为地主的爹。啊？我啊？哦，哎呀，我是逗你玩儿了。我这家里边有一倒腾房子，够够的了。我要找，肯定找一爱花钱的呀。这花钱谁不会呀？哎，你看，你这搞哪儿跟哪儿啊？不够啊！这很贵的。田儿，哎，李叔来了。哎，你身体好点没啊？哎呦，这不是刚打完吊瓶子我就过来了吗？这户没以为您消防队员啊？消什么防队啊？你说你这孩子没溜儿。那叔，我先带您看看房。不用，我喜欢自个儿看啊。你让他自己看。行，来。嘿。哎呀，哎，你打算搬哪儿去呀？就我家对面呀。我之前在东面不是买了三套房吗？两套都在附近。那有个租客要回老家了，那我就搬回去住呗。那盒还跟五环外边转啊？大不然呢？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爹似的，四九城都有布局？从六环到五环，地图上的一小步，对我来说都是人生的一大步。天儿，怎么样？房子不错啊，约房主吧。行，那我回头就去公司让您约。哎，不是，关键是电话里再跟他说说，看看价钱能不能再给他啊，压点。明白。说你这咳的有点害呀啊。没事，老毛病。这肺都快咳出来，还没事了，我买水去。哎，啊，你喝什么呀？我不用了，谢谢。还是不爱花钱啊？李叔，其实我觉得吧，李万明就是说话不中听，他特关心你。刚刚啊，他就跟我说，他希望。他再怎么着，他也是我儿子，不是？是。哎，田儿，来来来，田儿，坐。啊。是这样哈，我欠你5万的人情，这套房中介费10万啊，我一分钱不跟你还，我还得跟你们店长说，这次给你提7成，要不然我就找别家去成交去，怎么样？谢谢李叔。但是呢，咱把丑话先说到前面，人情归人情，但是我儿子这事儿，他不能掺和到一块儿去。嗯。哦，李叔，您误会了，我跟李万明没有，不是。你听我说啊，我是为你好。你说你啊，又聪明又能干，那跟我们家少爷比，他整个他是一棒槌嘛，不是？他要钱也没钱，要房没房。你说你要跟他好了，这以后吃亏上当是你呀，你自个儿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李叔，我有男朋友啊，在老家做挖掘机生意的，不差钱。嗨，你说这事儿，你这闹岔劈了。哎，天儿，结婚时候记得跟我说啊，
叔给你包一大红包。好的。谁包红包啊？来，您呢？哎，你的，热的。哦，不用了，谢谢。我给房主打个电话。哎，不用。好。热的吧，容易烫嘴。哎呦，这房子是真可惜儿。喂，小李。哎，田老师，我……啊，阿豪，你先吃吧，我这儿有个客户电话。啊，什么事儿啊？哎哎，我马上过来。啊，怎么了？没什么事儿。行，那我有事先挂了啊。啊，得嘞，那您先忙啊。最幸福的人。